再来第二回合游戏时间开始之前，第二回合游戏开始之前，我要在此感谢车之汽车有限公司浩威实验社共同赞助我们司机的第二轮抽奖120,000元。好，是请大家给我们的那个车之一点掌声，谢谢你们，谢谢。现在开始我要抽出我们那个第二轮的司机的部分。我现在抽到的人，麻烦你请上台。好，第一位张顺华，张顺华请上台。我跟你说，你是第一个，我教你怎么搞。你喜欢哪一个？你跟我讲，他就点开了。四号招财进宝，麻烦打开隔栓打牛。好，这个等一下，我先把我的西装脱掉。你一定气真好，你第一个就抽到隔栓打牛。我跟你讲，牛在这里。这一只是牛，上面有两个乒乓球。哎，对，我们两个要比赛吹。哎，那山在哪里呢？我只能舔你啊！从这边，从这边。我们两个要比赛，数到三，好，过去。如果你输了，你就没有奖金，你一定要比我先把乒乓球吹掉，听懂吗？我们数到三，三。今天没有偶像包袱了。好，我们第一位，我们那个张秀华抽到3000块，3000块，恭喜他。好，谢谢，帮我们抽出下一位上台的。哦，我们这个丝袜没有床铺使用，好，丝袜你可以带回家。第一位是我们那个桃园区的代表陈淑文，请上台，陈淑文。我跟你说啊，酒盒里面只有一个隔山打牛，已经被抽掉了。选一个。来，对。八号，宏图大展，宏图大展，造型演唱。北风，好，北风，好，对，我们留下纪念啊，留下纪念。你伤成这样子，我跟他求很多年了。好，台下所有的弟兄，你们大家看清楚了，等一下每个人都要上来，一人要挑一样游戏。
常常沉睡。如果只有你陪我，心情只有你的笑脸。放下真心和我纠结，一天一天，我是真的那片，我是我的。
一号吉祥如意，魔王拆迁道具请准备。等一下我教你，等一下那个台下的人都要注意看怎么玩哦，还没有上台的人都要注意看。我跟你讲哦，这个是剪刀石头布。好，等一下老师会下音乐，然后我们要猜拳，猜输的有惩罚，猜输的要电话。好，那总共猜三次，猜完之后你就可以抽奖了，好不好？来 ，OK。就抽一张出来猜拳，好，来 1, 2, 3 4 5，一二三，来，花姐，啊，你输了，要抽要猜几次？三次，三次，他输了一次，好，把剑开了，把剑开了，飞落去啊。好，请面向观众，大家看一下。好，猜第二拳，万字落。一二三，挖眼。前去之后，问浩哥接受处罚。好，蓝色的，请面向观众。第三拳 1, 2, 3, 4 起来，来，我过来看一下，平手，平手，再次 1, 2, 3, 4，到那种比较黑的那种，有啦，我有经黑啊，你再差一个好不好？比较淡薄而我跟你说啊，你有人投机会是要很欢喜的一件事情，到明天公道很多都不可以洗掉。好，这样麻烦你，麻烦你帮我抽一下，抽一张，抽一张。我们的特点嘛，大概你的话，这两刀值得吗？